等一下他们晒的时候才发材料，不是吗？那这些我要先收呢。那他发的时候，我们又不可能在那边晒。对，那这边直接放回去嘛。我刚刚拿出来一张被子，谁让我们放干草的东西啊？其他东西先放别的地方，然后又不要弄到。那你要放哪里？哎，我的草收起来不是吗？对啊，我怎么这个？这个我以为是要放前面。哦，好，也可以。那这个你要放哪？这放下。哦哦，我懂了，你要把所有东西放进来。卖卖，那这个第一句话就这样讲。你不是说你三十张？你是开路了，你不说？你开路要说啊。折衣服的事，你觉得是我吗？你给我折。啊，你有八件，你就只用了两件，你等一下呗。不行，给我折。冷静。成功了，给你。那给你折了，我走了。是我们桌上都烧了。什么人叫我折？就是要剪的。你给我折，这两个我每剪一端，它就会开花一次。这就变小，对，那我先剪。好腰哦，不是我一直剪完的，所以我上次就不给呀。不是，你知道，因为我越剪越多到，然后这边直接变三角。但是你要剪小一点，就是你不要变得那么大。放一点饭。我们只要他剪，我们总共几个人都要剪，加我一。